百公里的概念很简单哦，从花莲开到台东再开回来，大概就快400。好，那是住一天哦，所以你住两天的话就是用800公里。那你们是会浴室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会。没浴室1小时可以多用40公里。
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